谢谢谢谢啊，哎，受累了啊，谢谢谢谢啊，哎呀，哎，我喝了，哎呦，终于来女的了。还有没有？谢谢啊，哎，特别开心，也没有别的手艺，就会说相声，是难得老少爷们这么支持，哎，而且一上来，这俩姑娘，一个男姑娘啊，这么多献花，其实我特别感慨，你来就来，你还花钱，是，你说你花钱了，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挺高兴啊，各位今天。让您破费了啊！花了钱来听相声，当然了，花钱有花钱的好处。哦，这一晚上高高兴兴、快快乐乐，这是花钱都买不到的。哎，这倒是啊，凡是没来的呢，后果自负。这有什么后果？后果非常的严重。您说说，省不少钱啊、哎？就是省钱的后果呀。主要说的是快乐的事情。哎，钱不钱的不叫事。你要说有钱，我不知您各位哪位有钱啊？啊，谁还超得过于谦有钱？就说我，中国相声界最有钱的人啊，就是于谦老师。您客气，实在没事儿，自个儿爱找一十字路口，半夜给画个圈，烧点纸呢。还烧钱？我也问他过，你这不是疯了吗？啊，烧纸干嘛？为什么呀？不定哪天就死了，先存点。没听说，我自个儿给自个儿烧去。很了不起，没什么。嗯，在台上你看，穿着大褂啊，传统服装。到了后台换上自己的服装，是，这是一个非常时尚的潮人。嘿，还潮人？真的，你举一个例子啊，马上天就快热了。是，你要问我穿什么，其实我人台底下特别随意。是，我就弄一大背心儿，穿一大裤衩儿，怎么凉快怎么得，这舒服。人家有钱人就是不一样。我这讲究一点吗？六月三伏也得穿一个小衬衣，不就这么规矩？这头一个扣不系，哦，但底下这扣全得系，严谨。小领子衬衣显得精神，这么大气呀、啊！是是是，底下穿一钉子裤。我底下怎么那么热呀？我看着这么别致，哎，是没这么穿的，反正勒得都说不出话来。至于这儿吗？这儿不挨着，你知道吗？到了冬天，啊，钉子棉裤，我是有点别致，我把这钉子裤都续上棉花了。平时玩的也不一样啊，啊，打高尔夫球，啊，这是好运动啊。人家我来不了这个啊，早晨六点就下场打高尔夫球，那么早啊？啊，没事都桥牌，啊，高雅运动，玩桥牌，是下围棋，这锻炼脑呗，都是人家干的。是游泳。哎，全身运动，哎呦，这个技术太好了，是吧？游泳游得特别的快，没错，裤衩都跟不上，那就是没穿呢。这个，你是一个人物，肯定是人物，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自豪啊，没人比得上我，那错不了。哦、向您学习，您客气。人都是地不长无名之草，天不生无用之人，这话对。人人都是有积极向上的心态，这就好啊。我说一个人你肯定知道。您说我儿子你认识吗？您别到这儿大喘气行不行？我是希望通过这个孩子带给我们一些人生的哲理。您说您孩子？我儿子郭麒麟啊，虽然说是个孩子，但是有时让我觉着为他感到骄傲。那孩子是不错，积极向上。好啊，哎呦，从小我记得是三岁，哦，就看书，这么早啊？三岁的孩子他懂什么呀？真是看书，多早？十万个为什么？哦，那看什么劲呢？那还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对，孩子很聪明，是吗？过目就忘，不怎么样，过目不忘，过目不忘，嗯。到八岁那年跟我说了，说什么？说我想当个音乐家，这就有理想了。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里，感动了吧？感动了，跟王八蛋。什么话？压根就像什么话呢？感动了。谢谢大家对我们两个人的鼓励。这有我什么事啊？你热大。从八岁孩子说要当音乐家，哦，高兴，但是不能鼓励。不鼓励，省着他教，哦，叫到跟前儿来说说，好啊，非常好，
爸爸特别的高兴。但是你不能骄傲，有人比你强。是吗？你今年八岁了。对，爸爸在你这个年龄已经九岁。怎么乱七八糟？谁问你虚岁了？不就是想当音乐家吗？是啊，我带你去钢琴行，好，买钢琴，到那儿就买个哨回来。人要钢琴，你给人买个哨。可怜天下父母心呢？怎么呢？你给他买了钢琴，他肯定得学。是啊，一学就会了，他聪明，早晚得成音乐家。下功夫，音乐家的下场就是下乡慰问。慰问演出，你想钢琴不好上功夫得了。那是门小，得雇四个人抬啊，一人500块钱，这就得2000。慰问演出哪有过100块钱的，是吧？演一场赔一场，所以咱不值当去。您想的是不是太远点了？这就是疼孩子。是啊，他好像不太喜欢。多新鲜！不吹哨拉倒，把哨拿来给我。哦，你吹，我吹，行吗？哎呀，每天吃完晚饭一吹哨，多快乐！是吗？吃完晚饭放下筷子，拿过哨来。这是狗就跑过来了，干嘛呀？抱起狗来擦嘴，多缺德呀！这主意想拿狗擦嘴呀、啊？你们总有人养过狗啊，你未必想到过擦嘴这门技术、哎。没有这么缺德的人。哎，这就是智力的问题啊！是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会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嚯、哦，还成功人士？上有苍天，下有地铁。哦，那么在先等。什么话？老话吗？什么叫上有苍天，下有地铁？上有苍天，下有我这双鞋。也没听说过啊。是下有厚土，土上有我这双鞋。哎，就您这双鞋，还有你那双，地下就放两双鞋。人在炕上呢。嗯，在炕上干嘛？看电视。您别老提这。哎，你们不能这样啊！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什么词儿？哎，上有苍天，下有厚土，对，良心放在中间。嗯，是不是？那倒是，人得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哦，反正每个人都不同的追求。哦，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哦、那行啊，成为一个成功人士。那您努力呗。成功人士早晨起来，嗯，先来杯咖啡，哦，放点香菜啊，怎么个搭配啊？喝一口放下。嗯，打开一张英文报纸，我说英文的，嗯，看得懂吗？看不懂，啊、看不懂还看？废话，看得懂我还看？啊，看得懂我还看他、啊？你还逮着理了是怎么着？这你是你看不懂这玩意儿多精悍吗？您这是愣看呢？您看不懂再看呢是吗？哦，看一会儿放下。嗯，成功人士该吃中饭了，到点儿了。吃点什么呢？嗯，成功人士要吃饺子，饺子好吃，和面，嗯，和馅儿，擀皮儿，包，撒点蒜，兑上醋，点香油，拿筷子和弄和弄，搓了搓了筷子头，跟这儿等着。这成功人士怎么那么厌气呀、啊？这吃饺子啊，吃完饺子放下筷子，拿起哨来，嘟，猫咪就过来了。你先等，怎么？先过。您不是狗过来了吗？你怎么猫咪过来了？我那狗起个名叫猫咪。这玩意儿谁听得懂啊？这个让他有两本护照。猫挺好的。狗起名叫猫咪。对。那您那猫呢？猫叫兔子。兔子呢？兔子叫鹦鹉。鹦鹉。鹦鹉叫儿子。儿子呢？儿子叫于谦。啊，又转到我这儿来了。哎，老有你啊！您要不说呢？哎，嘚啊，跑过来，抱起来，擦擦嘴。哦，擦擦。成功人士完美一天，这就过完了这一天。转过天起来，嗯，喝咖啡，喝香菜，嚯、哦，英文报纸还看。有话？嗯，依然没看懂。这不是废话吗？到中午了，成功人士又该吃饭了。嗯，吃什么？昨天还剩馅儿。和点面，擀皮儿，哦，撒点蒜，兑上醋，点香油，和了和筷子，搓搓筷头，吃饱了，嘟，狗过来擦嘴。哎，好，非是这个。哎，转过天来，早上起来，吃香菜，喝咖啡里，看看英文报纸，吃点什么呢？啊呀，昨天还剩面。您天天吃饺子呀？这成功人士天天吃饺子。嚯、哦，在饺子的海洋里荡漾。好，您不怕烫着？嗯，每天吃完了就吹哨，吹完哨就擦嘴，非拿这狗擦嘴不可。哎，当然啦，一个美好的愿望。哦，
成功是要有机遇的。我、哦、还没成功，天天这么等，等得我腹都泄了啊！腹泄了，像话？那个怎么说？花儿都泄了，等得我花儿都泄了。哎，着急，真没有辙呀！那怎么办？实在没辙，喝点闷酒吧，借酒浇愁。打开一瓶85年的深油。哦，你先等等。你把哪老板开了？这是不许打人吗？什么呀，黑油像话？打开一瓶85年的 UFO、嗯、我哪儿那么大嘴？爱神油，这什么？俺娘爱神油，哪儿有什么？到底是什么呀？白油，嗨，那叫 XO。看夕阳照枫林，红似血染。唱戏是多好，唱不了。嗯，没有钢琴伴奏，吹哨啊，少来这套啊！我一吹哨，牛跑过来了啊！牛，我这愁的很，您搞得快，您愁想辙呀？想辙，首先充实自己啊！怎么充实？从这会儿记住了啊！啊，一定拿自己当回事儿。怎么当回事？找自信心。哦，没有自信不行。哎，我找了一个地儿，哎呦，这儿太好了。哪儿？首都机场。那儿怎么找自信呢？去机场买张最便宜的打折票，打折票飞哪儿都行啊。哦，最便宜来一张，拿回来哗哗一撕，不用。哎，找一旮旯一坐，嗯，等大喇叭喊我，喊您什么呀？郭德纲先生，请您登机。郭德纲先生，请您登机。哎呀，我连故宫都没去过，说让我登机，是那个意思吗？两码事啊。登机。是的，登机的啊，太凶，那是极好的啊，没法不好。嗯，一坐一坐坐一天，特别高兴，就听这个，我都想把名字改了，改什么呀？改叫郭登机。那有什么好处？给他增加难度啊！大喇叭一喊，郭登机先生，哦，请拿您的登机牌到登机口登机，欢迎您登机愉快。什么乱七八糟？我以为秤砣掉地下了。哎呀，真好，特别开心，就听这个，一坐坐一天。哦，非得等着。保安过来，哦，陛下回宫吧。保安都开始隔你了啊！来，背着朕回宫。背着你，保安都哭了。啊，臣妾做不到。要不然哪儿来的保安？废话，废话，废话啊！我用你管我？我是这回事啊，还有正事儿呢。有什么正事？还得回去采花去呢啊！嚯，您还采花呢？我养了几盆花啊，回去掐掐枝啊，弄弄叶儿，浇点水，施点肥啊。那叫十朵花儿。养了六盆花，真不少。这六盆花你知道多漂亮、好看？我特意打了一个铁桃子。嗯，这六盆花都搁铁桃子里了，拿桃子养。哎，浇花的时候水不至于流到外边。而且遛花的时候很方便。这词儿我都头回听说，还有遛花的，许你遛狗、遛鸟，就许我遛花。哦，铁桃子上肩一扛，那是多气派啊！哎，跟行为艺术似的，得有好身体。晚上10点来钟，没什么事儿，扛花下楼，我遛去。哎，不白出来，怎么呢？一低头，马路上有200块钱。我还捡钱了。老话说的对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让其捡2个50的，10个10块。嗨，捡的还都是零钱。你看这会儿，咱不能要啊。怎么呢？咱们得找施主，这就对了。施主不要，咱们再要。哎，凭什么不要？这位施主，不是你啊。哦，这位哟，还能给10块，谢谢啊。这位施主有5块，谢谢。要钱的，不用2块。好家伙，人生中第一桶金。好，这第一桶金是要来的，回家路上看第二桶金了。这是什么呀？捡了一块翡翠。哦，这可值钱，大金碧玉，这么大块，半尺，好，当件白，两边是绿的。哎呦，老坑的种，这叫活光翠，还真懂行，两棒硬啊。哎呀，拿到屋里一瞧啊，什么呀？冻白菜棒子。这好家伙，您也是气迷心了，一点都不着急，是吗？那当然了。哦，山崩于前面不改色，海啸于后心思坦然。哦，平胸而论，到了我这，你先等等，没有这话啊！您再往里一点，平心而论啊。有意思吗你啊？废话，您说错了。不平胸，何以平天下啊？谁说的这？心胸是一样的，这差远了。哎，这个到这会儿人就是应该很好的认识自己了。啊，这倒对。哎，我到底能干什么？哎，认识自己才能决定前进的道路。那您想了没有？真想了。干什么？你说让我卖菜对吧？嗯，我起不来这么早。
哦，这得早起，开个酒吧，睡不了这么晚，啊，那拉板啊，开出租去，我又不认道，不吃，我在家上厕所还迷路呢，至于不是，开旅馆去，一年就一天情人节，别挣钱啊，都没人，那是，给人当保镖去，行吗？我一使劲就咳嗽，身体都楼了啊，打篮球去，他们那磕膝盖老撞我后脑海，好家伙！个儿太矮了吧您这画画去这行摆忙哦唱歌去吧这嗓子就炒饼味儿了这师傅怎么样演小品去行吗小品要干不过相声嘿这是大师那是说相声去啊你们这行哪有好人我们怎么没好人呢你说给人当小三儿去又是个男的这废话上洗浴中心吧行他要让我抽烟喝酒烫头怎么办这是哪儿这哎呀想到最后我觉着反正做买卖别贪大哦一步一步的来从基础做起我想一个好主意什么呀卖烤串哦羊肉串这个简单老百姓都喜欢吃对对对对而且来说首先啊我不用单独租房子您有房吗我这房子临街哦门面百年违建哦早就该拆了您你想这么些年都没拆了不容易拆了哦那算文物了好而且占地势怎么个地势虎踞龙盘您说一说在胡同的正当中哦把中间我这房正当中啊那个胡同口啊三个烤串这个口啊七个烤串非让人挤得死不可呀、这个、我在正当中我占一好位置有什么可好旁边这家是卖糖葫芦的啊这倒也没有竞争是右手这边是一家公厕哦都挨着嗯公厕旁边是个母厕啊母厕女厕男也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多新鲜斜对门是老约翰中药店啊您听这名字像干中药店的吗老约翰中药店祖传的买卖还祖传呢打他哥哥那辈儿就是干这个这哎那不叫祖传正对门是个成人用品还有这店子啊你怎么那么美啊你这多么励志的一个单位啊这有什么可励志首先你得成人你才能上那儿买东西去才能消费那个那做不了啊嗯所以说地势我非常的满意哦不错第二来说简单怎么简单有个炉子就能干那您有炉子吗把花拿出去就是炉子啊就是那铁槽子给对呀、啊、唯一的缺陷就是我得烧一个火机有个搭帮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浑身是血你做多少毛血旺是吧什么词儿你您这人要玩命了我们俩跟家穿啊穿的我这累得跟孙子似的呀穿完之后没等烤来一帮人全包圆了怎么那么快呢就这帮烤串儿哎人上您这儿上货来了他们是派的气迷心了对哪那么便宜的我买我这个比外边便宜多了那是啊拿我当进货商了行吧就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尺二哎还真细致这位看着换肉换肉哎换什么肉我一说换这个肉你准亲切怎么呢鸭子我怎么就亲切我凭什么一听这个亲切老北京人好吃烤鸭烧鸭子呀那你说清楚了你又想多了不想多了就没哎鸭子肉、啊、鸭子肉便宜是啊但是鸭子肉腥气对了啊你什么见饭馆啊炒鸭子肉没有很少那必须跟酱跟葱一块吃对折它那个味儿那怎么办哎不要紧买羊肉腥买嫩肉粉哦还得用嫩肉粉拿这东西弄完之后就好哦但嫩肉粉咱没用啊那得试试真吃完出事怎么办就说是得做个试验怎么试验来脸盆盛满了水倒一袋嫩肉粉破拢匀了嗯王王叫他过来洗脸、啊、洗脸用这个老板不要我了就说是你这你看你这脸都那样了、就是、洗洗脸洗洗脸好孩子啊开始不早了洗完脸睡觉啊、哦、一睁眼找到青春恢复童年来快可以不许打死你了哎这不太吓唬洗完脸睡觉了嗯早晨六点半坐在炕上就喊怎么我找到童年了真好我尿炕了嗨跟这肉粉没关系晾晾被子晾被子早点去
就用吧，反正这么些人都用，咱也死不了。要试试啊？啊，就用它吧。那不行，怎么了？您这叫欺骗顾客，你这叫吃不着狐狸搜葫芦酸啊？什么词儿？你不是惯了惯？我比你明白，我走的，我吃的饭比你过的桥都多。你说反了，不是我过的桥比你见的茶酒的都不是？哪有你我丢的人比你见的人都多啊？那倒是。这话对啊，哎，哎，我丢的人比他见的人就多，还是不见人啊？也还见人，非得把我搁进去不可是吧？我就有正事儿，你别搅和呀。您说正事儿，嫩肉粉的问题解决了，啊，转过天带着他，我们俩人奔调料市场。哦，缺调料，买辣椒面和孜然，用这俩换了一个半袖的背心。走，等我先等一会儿。买调料换半袖的，到那儿就知道了。哦，这个卖调料的都是一个袋儿一个袋儿，口翻着。对，什么孜然呢、辣椒面这类的，跟那儿一兜一兜的摆着。嗯嗯，我们俩到那儿，半袖背心，找一水管子在胳膊上支着。是，我先问你孜然，嗯，质量怎么样啊？哎呦，最少半个月。哎，这倒不讲多少。王旺，看看辣椒，哎，真挺好。哎呦。前面干活胖，这就完了。刚走出去，他喊我：“嗯，老板，嗯，我想撒泡尿。”哎，好，干嘛去了？不行，尿崩了，就是辣死，你知道吗？而且我也帮不上你，这多新鲜！回家，大家都扑了下来啊，弄好了。洗干净坐在那儿，是一回头他坐这儿哭，哭什么？我气得你要死了你！真是，我不是为了你好吗？对呀、啊，你哪怕是结大手，我都答应了。哎，这嗨，别说这个，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什么呀？我刚才你查辣椒那个啊，表掉里边了。这嗨、哎，能干点什么？这位，这是个废物，什么都干不了。行了，行了，行了，买卖一开张，咱就挣钱了，哦、好吧？啊，到年底我送你。送他什么呀？送你回家。哎，回家那叫送东西吗？送你个，哎，送你个纯金的小铜佛。那倒好，倒是金的是金的。送你个黑白的大彩电，好不好？嗨，都不像。行行，闭嘴，行了，行了，赶紧的。我心里有数，心里有数 啊。哎，准备吧。啊、一算呢，还差点竹签子。哦。出去扛一口就回来。那、啊、真快，一百来斤够用了吧？太够用了。扔到地上，把门关上。嗯、啊。谁叫门也别开。哪有叫门的呀？嗨。就是那个卖糖葫芦的孙子、啊、你偷人签子去了，你用得了那么些个吗？那有你什么事啊？这不就结了吗？是不是啊？什么人呢、啊、这叫再准备点啤酒和凉菜，咱们就可以开张了、啊、还有凉菜。凉菜你光吃烤串哪行啊？哦，坐那儿喝点啤酒吃点凉菜挺好吗？这倒好。来个花毛一体。什么叫花毛一体？花生和毛豆拼的。哎，这起个好词儿。再来一个黄瓜丝儿，啊，也行，拌的黄瓜丝儿，嗯，我自己切的，是吗？我那个刀工，哎，有啊，我自己切的黄瓜丝儿，哦，我切那个黄瓜丝儿，要多细有多粗，啊，到底是细是粗啊？您呢？看你点儿性不性，哎，没谱这发挥。切完这个，还得弄点萝卜片儿，这也是清口的，大白萝卜，当当当当当切成片儿，嗯，我这个刀工没问题，刚才切黄，但雕花差着。还有雕花的，那是啊，哈，一个白萝卜圆片雕花，每个上面圆圆一边大，这个就难了。这倒是对啊，我这弄着，王旺看着，老板啊，人家那用的都是藕，连这都分不出来，你还太上了。没听说拿白萝卜雕藕的，我还纳闷呢，这不得累死我呀。净雕花了，你我说的呢啊！行了，就是他了吧？这不就是他了吗？哎，再出去灌点啤酒来也就得了。还灌点？人家闻那啤酒有鱼虫子，赶紧喝水灌的呀！什么喝水灌的？有鱼虫。我那正经名牌的。是啊，永定河牌啤酒。这好嘛，就河里灌的。都准备齐了，嗯，今天开张，哦，开业了，哎，我这裁点纸，写点那个恭喜发财啊这类的话，哦，吉祥话，哎，告诉王旺去点火去，啊，啊，先点点火，老板点什么火？这里花槽子，怎么不开？哎，我这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好，大对联，问君何所有？烤串喝啤酒，这词儿就差点了，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快不是人话了啊！鸭肉串，哎啊！你说你先等会儿，
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哎，怎么样？真敢写鸭肉串？你看这男子汉大丈夫，鸭肉串哪个鸭呀？哎鸭的鸭。哎呀，鸭肉串儿。嘿，改形容词了您。你要上当，那你活该死啊！我写上了鸭肉串儿。好家伙，再写啊！本店离百年老店还有99年。这不是废话，您就说刚开张不就完了？7月15待客烧纸，这都管。再抬张黄纸，神仙保佑我发财。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这张给烧了，烧了，烧完之后太上老君就收着。你怎么知道烧完以后太上老君就能收？准能收着。凭什么？我在太上老君的名字前面 啊写了一个圈 A 啊，还爱他呢？什么主意都想，您这他只要不拉黑我就能收了。怎么不拉黑你？那事写的啊，王王过来了，老板啊，我上来了啊，真快，那个花拿出来吧。哎，这不废话，没心眼了你是吧？我就该拿出来，拿出来 啊这拿出来烤着串、我请的模特就来了。哟，还有模特，开张大吉，请模特走秀，热闹热闹啊！啊，真舍得花钱，请50多模特，这得多少钱呢？这那花什么钱？没多少钱。那怎么没多少？50多模特，你一个一个怎么个50多？一个50多岁的模特，请一老太太来，您这广场熟女。什么叫广场熟女？看自行车那老太太，又不起名，小脸蛋，蓝娃娃。是啊，染了红头发。有旗袍，哎呀，站在跟前一瞧，跟雷震子似的。都见，我心说，我要不要再给钟馗写上？哎呀，闹鬼了是吧？来了，走吧，开始吧，来走秀吧，还走秀呢？以为我这天儿这出牛啊！哎呀，他来之前啊，胡同里还有人。是啊，这一圈走下来，进了街了，谁看谁不怕呀？连我们家那狗都怕着不动我了。行了，您别扭，我冷啊！对，来吧来吧，熟了吃吧，这就吃，我吃啊，不用给钱，不给钱，哎，就如同你中奖了，你瞧，一边吃一边乐啊，嘿，你瞧啊，啊，又中奖了啊！什么叫又中奖了呀？上回中奖什么时候？对呀、我那天买辣椒片儿，袋儿里又看手表，嘿、落到他手里头了，伙计眼珠子都快出来了，这是我的。捧出来，当就给人拳，还打人呢，俩人呲不起来了。哎，小子真愣，是打的老太太喉结都没了啊！这是老太太吗？这个别打了，我这刚开张，两个就是住手！哎，停吧，嘟，停了吗？俩人没停，狗跑了。哎，这怕你擦嘴哟，这不要了命了？别打！哎呦，雷震子大战囧傻呆萌，这好家伙，这么热闹劲儿。打的老太太都流血了。是啊，我跟你们没完啊！你们给我蜡笔小心一点。这什么词儿啊？我这就报警打110去。打110，老板110怎么打？这都不会啊！我气你废物、啊！告诉他查114去。哎，什么人、啊？有一好人没有？你他走了，我跟这伙计说：“你看刚开张，你给我惹这么大祸，是这买卖怎么干的？”就说是正说着，对门成人用品的老板出来了，他干嘛来？站着我这幸灾乐祸，说什么？乐祸了吧？嗯，就知道你们好不了。怎么了？你看你这肉，你看你这都是假的呀？嗯，什么？我这都是假的？对，我一指他那成人用品，嗯，你那都是真的。没听说的。有这么比的吗？这个我这死不了人，你这都是真的，你得枪毙，你知道吗？街里街坊帮不忙吧，孩子怪不容易的。怎么帮？你看多可怜这孩子、啊，这孩子不错，知道吧？老话说得好，没有胸毛还有腿毛，是不是？哪有这老话怎么说？没有功劳还有腿毛呢？没有腿毛，腿毛有胸毛，哪有孩子没有毛？是说这个？不，有毛没毛你得帮他，是不是啊？你你看你那橱窗里站这么些假人，也不差他一个，是不是、啊？干嘛呀？孩子，快脱，快点，快点，脱了！小子真听话，三下五除二全脱了。干嘛？跑到屋里站柜台站着。啊，脱了当假人。刚站好，警察叔叔就来了。说来后边跟着雷震子啊，也别提雷震子。警察一身的水呀、啊！我说您这身上怎么回事啊 ？GPS 有毛病，怎么带着永定河去了？这好、啊，我一听吓我一跳，怎么了？掉我啤酒库里了。河里灌警察说你们打人了吗、啊、没有很早就不打人学好了命令啊老太太怎么流血了他本命年啊没听说别废话让你们的伙计哥们走一趟对没看见不承认警察乐了一指那儿我们那站着吧少说点你怎么知道是他呀对呀、啊、就他攥着串呢、啊
火。你说你自己啊，不要这么夸自个儿啊，谢谢啊，东北门口卖花的都供着来了，于老师皮肤真好，韩静瞎说，其实现在没有原来好，你有意思吗？一说一乐的事儿，就是今儿真好，谁也别指着听段相声就解决组织问题了。哎，不是，你想的也太多了。嗯，哈哈一乐，出了这个门不必都记着。那当然啊，那个好多人听相声爱较真儿。哦，我要求听一段相声，咱侵入我的骨髓。我这个一生要回忆。哎呀，我你没有别的工作了吗？是吧？就是这相声，别跟人说相声较真儿。嗯。哈哈一乐，此时此刻痛快就得了。哎，回家之后还有您的工作，有您的生活，好好的学习过日子，是不是？你老要求这段相声，你非得记住，你都记住了，我吃谁去是吧？实话，是不是？嗯。再一个，我们也不能一辈子就说一段相声啊。那当然，老得有新作品，老得有这个翻新的节目，出新啊。哪怕是同一段作品，你每天来听，都不能听出一样来。都得有新的东西。另外您记住了啊，这个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说严谨两个字，怎么叫严谨？对得起每一场观众才叫严谨。哎，而并不是说我这一生这一段我连一个字儿我都没变过。你那叫学员，还不会，那是骗人，背词儿。逢是这样的演员就叫骗人。哦，我15岁学的这段，我今年60，你看我一个字都没改过，你缺心眼儿，没有变通，改一个字他不会了。什么叫会说相声？就是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演形式。哎，400人的剧场和500人的剧场表演就不一样。哦，这有区别。哎，露天的怎么演？大一点的剧场、茶馆、慰问都不一样。是吗？给部队怎么演？给学生怎么演？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技巧。哦，多听相声。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指着您这票先养家糊口。哎，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也是因为爱这门艺术，就是喜欢，没有别的爱好。一说相声，看您各位高兴，我特别的快乐，就痛快了。人就得找寻一些快乐，啊，没有说找别扭的，不能找别扭。闲着没事干，哎呀，我怎么让我不痛快呢？这不是撑的吗？就是啊，其实也有办法。哦，这也有办法。有办法。什么？你要想一天不痛快，怎么办？喝酒。喝酒。2两的量。来3斤。那就多了，那是啊，折腾去吧。你看这仨喝酒去了，哎，这是这就喝酒去了。这里边太听话了吧？您净给人出主意。你看一会儿咱们外边就这么大的，有人说我想一宿不痛快，一夜这一夜不痛快，多吃饭。怎么多吃？一碗的量啊，照着一盆吃。吃多了，这晚上睡不了觉，折腾，出去遛弯去吧。2环、3环、4环、5环、6环，走到开封再回来。哎呦，这是一宿，这一宿跑得还真快。我打算一个月不痛快，这长。买双小鞋，小号，41号的鞋。你来双39的，小。你出去遛去吧。对吧？2环、3环不管用了啊。那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县，按地理图那么走，就走下去了。哦，一个月这鞋合适。哦，哎，你要想一辈子不痛快呢？这个娶俩媳妇，真是有生活。咦，你皮肤真好。怎么娶俩媳妇儿就一辈子打架呀？哦，老打。要不说过去皇上的日子不好过呢。哦，3宫6院72嫔妃108个媳妇儿，嚯，3000秀女，
无数的民间美女啊，皇上无论看上哪个，这征用，征用啊！你琢磨那日子过得好吗？真是皇上长寿的没有多少，真是。那么要想天天快乐呢？嗯，听相声。哦，听相声好，听相声。你今儿这些位，这都是会活着的，这都是会生活。哎，不管你花多少钱买的这张票，嗯，值。500块钱来张票，是坐在这儿哈哈一乐。嗯，你说这个年头，生活这么紧，工作这么急，能够痛快痛快、乐呵乐呵不容易，很少。而且这500块钱，你要不乐，反正我也不退你。多新鲜！我不是不退吗？你我肯定不退。哎呀，别说啊！所以您必须要哈哈的乐，高兴，这才值。你要不乐，你吃亏，反正是。哦。再一个，你这500元花了，你上这儿能乐？你在家你乐不出来？怎么呢？坐在屋里500块钱摆好了，坐着冲着这个乐，啊，乐不出来。哦，你要真乐出来，你那病500块钱治不好。哎呀，还神经病，您疯了吗？是不是啊？怎么能让您乐？这就是我们的事儿。好，下功夫，努力。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是。嘴得利索清楚，无论您坐在剧场的哪一个位置，嗯，一定要让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功夫，每一个字儿都得送到您的耳朵里。哎，还有大段的贯口呢，贯报菜名啊、白事会呀、啊，嗯，当当当当当当罗列词汇，哦，不能忘，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不能忘，哎，这那就忘了，蒸羔羊、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出鱼香肉丝、啊，地三鲜，傻馒头片儿。您爱吃什么报什么呀？是这个意思，反正是不能忘。哎，对，肯定是要下功夫，得下功夫啊！说学逗唱，唱指的是太平歌词，这是本功唱。有人说了啊，您唱戏、唱大鼓、唱歌，嗯，那是学。因为那些个艺术都有专门的演员，嗯，人家有京剧演员呢，嗯，你唱的是学人家，哦，你本门的唱是太平歌词，嗯，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行业，大伙儿努力就毁消了这个概念，毁消，没人提这个，没人提太平歌词，为什么呀？不好唱，有难度，为什么不好唱？因为它太简单，嗯，哎，你准备没闹明白对吧？哦，是我是糊涂了，怎么简单倒没人唱？越简单越难唱，上下就是来回的刀子，就两句唱腔，哦，顶多加下第三句，是吗？三句会了，1万句就全会了，都一样。但是也没有伴奏，也没有伴舞，就凭自己一个人，嗯，全听的是你自己。嗯，你要说带乐队，我跟着一唱，后边4万人的乐队是吧？我就听不见我唱，哎，这那净听乐队啊，一个人干唱。嗯，这是看功底的了，要韵味。我唱几句，你们听听啊。好啊，好。唱一什么呢？嗯，啊，歌德湾，歌德湾。哎呀，这个外行又来了。哎呀，还有什么？骷髅炭。啊，骷髅炭。哦。哦，鹬蚌相争。哦。还有蓝精灵啊。啊，我先给你唱一《阿凡达》吧。哎。是唱的吗？这点这段这种是豆耳墩，你知道吗？脸色都蓝扑扑的啊！好多人刚才都喊这个鹬蚌相争，哎，那我就给你们唱一个单刀会，好吗？您这人什么脾气？这是你让他猜着，他下回不买票了，知道吗？演员永远要站在观众前边，哦，这是心理学。嗯，这句话要说没说之前，观众也跟一块使劲，哦。他马上要说什么了？说什么了？嗯，人家有朋友，嗯，听着啊，马上说什么了？你说的跟人说你一样，怎么样？怎么样？不行，当时就看不起你。哦，一定不能让大家猜着，是吧？是啊，所以不唱。哎，不唱。皆大欢喜。咦，人家说这么热闹，还得唱？得唱，唱。单刀赴会。说的是关云长的故事。哦啊，关二爷亘古一人，嗯，忠义无双，是《三国演义》片段，这特别长。哦，全本的关云长单刀赴会里唱了3、4本。嚯，头一本是黄文下书，哦，啊，一直到最后怒斥鲁肃，一共是4本。啊，一折一折，哎，这太长了。唱完这个我都40了。呵，掐几句，掐几句，大伙听啊，哎，唱错。嗯。
还真有人叫好啊！啊，谢谢这位大哥。哎东草扶林西亚行船，鲁子敬白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黄文罢书来西亚，西亚就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有关平接受关公看，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上写着鲁肃顿首拜，拜上了听后的虎骑呀前，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那约请听后来的这边，你若是来你是真君子，若不来怎称三国的将魁元。关云长看罢了冲冲怒，骂了声子子你叫玉谦，苟先则潘金莲。什么潘金莲啊，怎么又串我这儿来了？这么些年我老觉得这个是正词儿，你都唱习惯了，唱惯了。嗯，这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好，这叫太平歌词，有个三几百段估计还有啊。这个现在好多演员不爱唱了，一唱好几百句，自己拿两块板咣叽咣叽这么唱，嗯，累嫌麻烦，但是应该唱，应该学基本功，这是本门的唱。嗯，除了这个之外再唱都是学唱。哦，都属于学。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古曲啊，这是曲艺形式，连说的带唱的放在一起我们叫曲艺。对了，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什么叫单弦儿、梅花大鼓、老亭调，对，这都是曲艺，古曲的门类。整个古曲里边最有身份、最有品位的应该是京韵大鼓啊，这比较高雅。品位你懂吧？品位刚说完，我给你讲一讲啊。哎，别讲了，我要跟你睡觉，这就这行行行，皮肤真好，哎，也不如原来了。您说说京韵大鼓。京韵大鼓啊，嗯，最早是从木板大鼓引申出来的。哦，这是前身。有人说这京韵大鼓说的就是北京，您可记住了，在这个名词之前它叫金音大鼓，是天津的金。哦，是先从天津有的，后到的北京才改叫京韵大鼓。哦，出色的艺人就是我们的鼓界大王，叫刘宝全。对，流派京韵，是流派、白派、少白派、落派，再加上张派，这是五大流派。嗯，南方还曾经有过一个代派。哦，哎，再加上滑稽大鼓，京韵一共是七个流派。哼，但是基本上好些个都没人唱，失传啊，失传了。就你比如说流派，现在唱的还有，嗯，有刘宝全先生唱腔，金戈铁马，高亢，三国水浒的段子，唱起来打心里边这么痛快。高兴，就好比三九天喝了一瓢凉水，然后敞了心站在风口那儿一宿，冻死了这。虽死犹荣，哪儿那么光荣啊？啊，什么光溜？光溜！您唱唱，我们听听怎么了？我给你学几句啊。可以。最近啊，闹嗓子，不得休息，嗓子调门也不够，像不像三分样？听听，唱这么几句流派京韵啊。好，试试啊。嗯，要不是你们，他们都忘了。你唱完就拍啊，不要让我提醒啊。唱一段赵云截江的片段。好啊，这也是三国啊。赵云大家都熟悉，赵云咱们不介绍了。低着点啊。张赵，好，太低了吧。天机呀，妙非常。哦哦，哎呀，我给忘了。哎，真的是这嗓子。孙权的前人过江，
人念母也思乡，片言却成无情棒，打散滩头对鸳鸯。到后来孙夫人难免投江自，永别西川汉中王。好，好，好，刘太太金戈铁马，开打的段子真痛快。白派就不唱这个哦，白云鹏白派老白派，老白派唱个《红楼梦》啊，哦，《金谷奇观》呢，《才子佳人》儿女情长的故事，哦，当然也有一些个战争题材，是吗？但处理的方法你听着不像流派这么冲，哦，很婉转，另一种风味。什么味道呢？白派我还是比较熟悉。怎么？我媳妇儿唱白派，哦，那是对人熟悉。所以我这算是家传。哎啊，这算家传？我学几句白派的京韵啊。好，跟流派的风格就不一样。嗯，唱几句《连环计》上版的这几句。好啊，这段唱腔比较老，它里边还带有京剧的旋律，有西皮的旋律，也是三国的。王伦闻听如梦醒，安想到大汉的江山尽在这个貂蝉，搀扶着貂蝉牡丹亭上，王允在头前走，这个貂蝉跟后边，来在亭前落下座，王允撩袍跪在了地平川，貂蝉一见喝了一跳，尊老爷快请起呀，啊，贱妾不敢担，王司徒站起身去把花将，阎王捉貂蝉把花眼，此一拜飞呀，啊，拜的貂蝉你，拜的是大汉锦绣江山，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超出董卓吕奉先，他父子在朝中上欺天子，下压何朝文武官，我将你名许吕布为婚配，暗与董卓接风乱，舍箭春枪全在你，叫他们父子皆仇怨，他父子中了这个连环计，吕布刺董卓这有何难，貂蝉闻听将头点，老王允喜非凡，手拉着貂蝉就出了花园，王允敲定连环计，到下回谢官小宴，吕布戏貂蝉。好，没怎么处。对啊，听的是一个味儿，很柔和，俏皮。是，还有一个流派，落派。骆玉笙，骆玉笙一名叫小才武，对，于老师学的那叫像。啊，人家唱着唱着让我唱，人家都是奔您来的。于老师两大特点：第一，唱京韵；第二，皮肤好。就是因为唱京韵，所以皮肤好。行，既然大家伙儿愿意听，我就唱一段，唱的不是多像。捧哏演员一般来说不唱，这是个个案。因为于老当年也是，逗哏站桌子，后来因为材料太次，你给唱哪段？唱一段小才武先生的代表作品，伯牙摔琴的几句。不要摔琴啊！不要摔琴，要不要摔琴？伯牙摔琴啊！伯牙摔琴，于伯牙钟子期，太好了，好吧。我们来听一听啊，大家一定安静，不要鼓掌啊。哎，唱完了也不要鼓掌。哎呀，不要，不要停，不要停。好，好，刚才于老师唱的是《伯牙摔琴》，唱完了。我救不了你，再来一个。好，古代列国多奇闻，俞伯牙汉阳抚琴遇知音，巧逢钟子期对答
把亲吻一起相投，又把相分，他二人分手太急，未得细谈论，约会了汉阳相会，再等来春呐、啊。好、哦，这一段说相声肚子是杂货铺，哎，都得会，都得学。喜欢，唱得非常好，您过奖啊！待会儿。到咱们三场的时候，您再把您的拿手的摇滚歌曲，我替于老师许给你们了啊！哎呦，好，您替我许什么愿？啊，我可爱挑唆他们逗你。京韵，对，京韵单弦梅花大鼓属于曲艺里边有档次的了，哦，上品的节目是。还有一些通俗的，京东大鼓、西河大鼓，哦，这类的节目，可能未必有。大的演出能上得去，但是老百姓喜欢，是吗？京东大鼓、哦、过去有一大角叫刘文斌，唱得好，嗓子不好，哦，破锣嗓子云遮月，唱着那个好听啊，有味道。表弟是啊，收条龙帘挂金钩，有一位武道昏王要下扬州，有文官上殿把那王姐劝呐、啊，武将上殿也把王柳啊，哎，太有特点了，听这个治便秘，还痛快，就这么痛快啊，好角儿。真好，好就是咱们佩服人家是啊，这是京东、嗯。还有一种鼓曲叫烙听大鼓，烙听的分两种、嗯，一种是唐山的烙听大鼓、嗯，一种是天津、北京的烙听大鼓，还不一不一样。唐山烙听大鼓，嗯，张嘴就是唐山味儿，什么味儿？东山墙挂着一张宫配花，画的是女娲庙内纣王来将相，上边倒有十八句被走龙。写的墙写的是风峦宝帐请参也长，举世一金巧样的装，区区远山非翠色，偏偏无秀阳下上梨花带雨真娇媚，少有龙颜成眉妆，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使君的王，红娘看罢拼回首，敲了敲八字的横批挂在西厢。天津北京唱法跟这不一样，是吗？尺寸哦，出色的艺人叫王佩臣，代表人物最大特点虚字垫的好听，虚字八月里的这个秋风啊，这个哪个、我的这个他的那个原词没有哦，都虚字夹了扔这个痛快翘翘是文革的时候这么大的角儿不让唱了哟，给一笤帚去扫地去，受冲击了，天天跟街上扫地，嗯，这天正扫着呢，嗯，造反派来了，哦，王佩臣，把笤帚拿过来，干嘛？把笤帚抢过来了，嗯，吓坏了，不让扫地罪过更大，那可不嘛，我好好改造，哎，您这是给张纸，哦，照这唱，嗯，毛主席诗词，哟。唱好了带着出去宣传去，这可光荣了，这可比扫地好多了，是啊，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好唱，那你那签唱装正签装吧，嗯，连虚字都装上了，他习惯了，谢谢，嗯，中山这个风雨啊起苍黄，百万那个雄师啊怎么能够过大江啊，把笤帚还给我吧，还接着扫地去得了。特殊的年代出的一些特殊的故事笑话，老先生已经作古了，嗯，万幸现在天津北京还有几位传人哦还在唱、哦、真好啊，还有的形式现在都听不到了，什么呀，竹板书啊，小风调啊，东北大鼓啊、哦、包括莲花烙啊，失传了吗？没有了，莲花烙也没人唱，是啊，莲花烙有几种形式、嗯、一个是一个人打着竹板，我做男儿汉志气张，寻了一个老婆呀，在孙二娘，站着比我高嘞，
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只骂只立下家法呀，舍死忘生，我叫管家婆娘。一人唱的啊，谢谢我老，也有俩人唱，俩人拆着唱，对口的。还有就化上妆扮上戏，哦，唱成戏，嘿，没有了。但是通过莲花落发展出一个剧种来，叫评剧。哦，评剧的前身是莲花落啊，老太太们好听，对，华北啊，东北啊，嗯，天津、北京吧，家长里短。过去评剧多火呀，是四个行当，生旦净丑，哦，四个行，哎，生旦净丑、嗯。最早的时候呢，小生、小旦、小丑，嗯，后来发展的行当齐全，每个行当都有特点，是吗？啊，尤其是小生，哦，不好唱，是啊，唱腔讲究，调门也得高。还得有韵味，嗯，我给您学几句评剧小生的唱腔，咱们听一听。啊、唱一什么呢？哎呀，我也不会什么，算了吧。哎，啊，那您说他干嘛？唱一个《刘伶醉酒》吧，好吧，好啊，嗯，这段400多句，哎呦，掐几句啊。哎，完了，就这么一句，嗯、太长了啊！啊，大伙儿尝尝就得，知道吗、啊？上年纪的观众爱听，嗯，有年轻人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也，慢慢来，先来一句尝尝，哦，上瘾了，下回咱们唱两句，对、啊，一句一句这么唱，慢慢来，啊，这是生，嗯，啊，旦角儿，名家辈出，是啊，过去来说有一位刘翠霞，哼，吊门高，那会儿叫大口唠子，哦，哟，那一张嘴大。别在这儿，有这么比划的。到后来，仙灵侠按笛子定调，一个眼儿，哎呦，那可高，多高？嗯，说笑龙灯雪花飘，都在这儿，真的都在这儿，多好呢、嗯。当年的评剧没有花脸，哦，唱秦香莲啊，一上包公了，嗯，乐队把板胡放下，拿起京胡来，唱京戏，这老包唱京剧。没有净行，没有花脸这个行业。嗯，到后来魏荣元先生啊，在评剧音乐工作者的帮助下，才创造出了乐调唱腔。哦，用大调伴奏，嗯，男女可以同调，真好啊！我唱几句花脸，你们听听啊。哎，咱们再普及一下。嗯，一般一唱都爱唱《秦香莲》，我给你唱一新鲜的啊，唱《狸猫换太子》，包公的唱腔不一样，冷气这些。嗯。钟老更鼓一更敲，包拯心中似有叫，人在京城心在陈州道，连年荒旱土变焦，猪闷酒肉臭，路又冻死倒，好身横行百姓们受煎熬，又有那过旧旁遇难造反，聚草屯粮把兵招，失望绝路当报销，平叛乱救黎民，破火在北上。好，有花脸，也好听。评剧其实小花脸的戏特别的重，是吗？小花脸就是丑角。哦，这画一白豆腐块小丑啊，既能唱又能说。嗯，有的时候大段的贯口跟相声差不太多，还有贯口。有一出戏叫《牧羊圈》，哦，其中朱春东摆灵堂，里面有一小门子，嗯，阻挠这个旦角进来的时候说了这么几句话，嗯，干板剁字，您给学一学。不对不对，真不对，监管打得三分碎，侯爷恼，二爷跪，老伙计站着拉屎不理会，五逢六月穿皮袄，四倒活受罪，不讲理啼哭，偏要啼哭吃哭得，蒋范洒了，监管打了，侯爷揍了，二爷傻了，差点把我们哥俩给剐了，现如今侯爷传下寡廉秘密，二人一人进西风说话，大恩洒饭，因此不管回答好，还要征集于你，可是这么说，老子进抢着别进，抢着进老别进，你们都进，你们都不进枪进，麻烦你们本生争，二爷拔个头大骂出一半去了，我亲娘干娘丈母娘孩子干老娘就说你，就把我这命给要了。评戏其实现如今也很凋零，嗯，唱的少，几百出戏都没人唱，很可惜。哎，啊，
但是有的时候其他的艺术种类还借鉴了评剧，有他的味道。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赵丽蓉老师演了一个小品，不知谁记得，叫如此顾客，是叫什么呀，最后唱别刷嘴呀，有这么一段，不是你记得不记得啊？有啊，就是说记得，这个如此包装是吧？实际上这段唱腔就是老评剧。哦，这是评戏，这是解放前老评剧，这出戏叫《贱骨头》。哦，两口子过日子，这丈夫一天不挨打就得闹事儿，活不了非得挨打。媳妇不挨打的，自个儿出去上吊也不活着，非得挨打。你看旁边还有一个男的也要上吊，你干嘛？这个说我活不了了，我媳妇见天打我，说咱俩换换吧，这样两家换了一下，两边都是美满的生活，挨打的时候两口子对唱，有这么一段，就是用小弦伴奏，京胡伴奏，唱小连台，怎么？叫了一声丈夫，别刷嘴呀，这是媳妇唱的，是，丈夫在唱，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你进去我你可愿意，谁把这宝贝贝抱一个劲的往外推，我比作唐朝的哪一位，你比作唐明皇的杨贵妃，我比作杨贵妃你比谁，我比作唐明皇你不配，唐明皇尿地那泡水是吧，一大段唱，渴了怎么着，饿了怎么着，到最后睡觉就不睡，浑身刺挠，我睡不着。这开始挨打，啪打一下，大声上边喊一声美呀，打完了上边我再打腿呀，来回打到最后，这才叫美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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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一段唱腔，失传的，是用的小品那段。长学了，我小的时候万幸还学过这段，还学过学过这出，那好，很遗憾，很希望我们这些个传统艺术有人能够重视一下，对，在线舞台啊，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啊，发现评剧要是演个才子佳人呢，爱情生活的故事是非常好的，是不太适合演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这大题材的不行。曾几何时，有一个电影花剧，列宁在1918，你有印象？哦，这我太有印象了啊！当初有这么一电影，估计好多人都知道，写苏联十月革命，对对对，电影也演，话剧也演啊，对对对，有一个小评剧团，不上座不卖钱，那怎么办呢？用评剧移植了列宁在1918，评戏的列宁在1918，化妆跟那电影话剧是一模一样，列宁的形象，但是一张嘴还都是老评戏，那怎么唱？哎呀，乐得知己比相声还可乐，现在您给学学怎么样？列宁马爷啊，单头套，好，头套，黑头。西装啊，这都是马甲，出门一站，十月革命党成功，国库紧张，粮食空，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还是全名，我命马西里去弄粮食，先到值班回来，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的了？这是整个一赵丽蓉。顿顿大大大大唱了浪才一雷唱大不得唱，列宁家族克里姆林宫，叫一声斯维尔德洛夫，上前听分明，我命纳瓦西里去把粮食弄，天到了这般时分，不见回城，最好还水腔呢，旁边这位斯维尔德洛夫也得唱，他也唱，叫一声列宁同志不要着急，为此事我问过捷尔任斯基，他也说彼得堡交通不便利，弄到了粮食是没有车皮，瓦西里工作一向很努力，你就放心吧，我的费拉基米尔伊里奇，太费劲了，后边上瓦西里还唱啊，借鉴河北梆子的肩板，哎呦，把打唱谁唱不浪唱隆咚一隆的唱，杀出了东宫圣彼得堡。
林林同志，我们粮食给您弄回来了。什么味儿啊？爷您很开心呐。啊，腿好了。也就这么句话了。马西里还拿着点羊皮袄来。哦，林林同志，嗯，这是彼得堡的同志们孝敬您老人家的。什么词儿啊？接过了羊皮袄，满心欢喜，抬眼有雨叫了你，这一件皮袄送给了你，这本是咱哥们儿的阶级情谊，这件皮袄啊，敬佩有